第五个，他要求哈，在文中的传声筒后面插一个这个符号，大小 SPT 红色有没有？实际上呢，这个东西他已经帮你插好符号了，他已经帮你插了，所以你只要把它框起来以后呢，直接选 20PT 红色就可以了啊，就可以达到他的要求啊。20红色啊，这样就可以了。